下来是世界都在看的单元啊，这是我们的主笔美少女张嘉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范姐好，我是嘉玲。那我们今天呢不聊巴尔干半岛，我们今天来聊聊澳洲的大事吧。听说这条新闻跟我有点关系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呢？范姐呢，其实是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。她不止呢很会骂川普，而且还很会骑马呢。我不知道你这话听起来是褒还是贬啊？不过我马骑的还不错了哈。嗯，来，小扇子放几张这个我骑马的帅照给大家看一下。而且呢，如果大家对于骑马兴趣的话呢，这一本这个。买枪养马呼大马也推荐给大家。各位太太，不要趁机宣传自己的书好吗？回到主题，范姐，你有听过 Everest Cup 巅峰杯吗？当然有啊。好，这个说到赛马，大家肯定比较熟知的呢是墨尔本杯啊。但是因为它这个历史比较悠久嘛，好，但这个巅峰杯呢，我记得今年才第二年而已，在雪梨举办，而且听说这一次的奖金是高达1300万澳币，相当于28000万多的台币，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奢华的比赛。没错，你这个也能科普，实在太强了。不过范姐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，就是巅峰杯呢，它最近为了宣传赛马活动，它竟然在澳洲的世界文化遗产雪梨歌剧院，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白色帆船屋顶吗？它在上面投影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赛马广告，就引起了大批的民众反弹。我在想把这个自由女神像上面呢来投影一个我骑马的帅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连我自己都想抗议，不要这样为难后置好吗？总之呢，因为雪梨歌剧院它在澳洲人的心中有一个不可抹灭的特殊地位，那州政府呢，它出于经济的考量做出这项决定呢，就引发了大批的民众不满，有超过31万人在网络上联署请愿，还有很多人呢是直接到现场抗议，他们用手电筒跟手机的光，就是试图想要用这种强光来影响这个投影的图像，甚至还有反对者他就举牌讽刺说，不然我们也把乐透的号码投影在战争纪念碑上。其实这个主意我觉得其实还蛮幽默的。不过呢，这个雪梨歌剧院的外墙又不是第一次为这个体育赛事亮灯哦。我记得之前也曾经为奥运啦、橄榄球、世界杯做过推广哦。那为什么这一次投影赛马广告就不行？它争议是什么？关键就在于说呢，这次的赛马不像过去的体育赛事，加上这次的广告主呢，它是民间的私营公司，而且赛马本身又涉及了博弈，除了会牵扯到各派利益之外，广告的投放还有可能会加深社会大众的那个赌性，让歌剧院呢间接就成为了赛马跟赌博的帮凶。所以赛马到底适不适合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广呢？这很有意思啊。那其他国家怎么做？其实在日本呢就是两样情。根据我查的资料呢，在日本呢，它日本的政府就是大力推广他们的赛马活动。那日本的赛马呢是由农林水产省，有点像我们的农委会，那它旗下呢有一个特殊的法人组织叫 JRA 日本中央竞马会管理，那它这个单位呢就负责相关的赛事推广、博弈设施还有各种业务等，也有专门的培训学校跟马场经营。那日本难道就没有赌博成瘾的问题吗？当然有啊，他们把这个症状呢叫做竞马依存症，就是沉迷于赌马的社会情形。所以官方呢也提出一个对策，就是如果说你就是赌博成瘾呢，他就会限制你去购买马券，甚至说限制当事人进入赛马场等等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利益跟文化的冲撞嘛，所以说不是不能赌啦，而是说要有对策很重要。那我很好奇哦，这个澳洲当局态度是怎么样？其实澳洲当局呢，他们也有正反的声浪，支持派的代表呢，新州州长贝利吉克连跟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呢，他们就是支持派，他们就说呢，巅峰杯呢就是全年最大的活动之一，在澳洲最大的广告牌宣传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还强调赛马呢有助于经济、观光还有就业的发展。那反对派呢，像是新州的独立议员格林威治，他就认为说，澳洲呢又不是拉斯维加斯，那我们的文化象征呢怎么可以拿来用来宣传这些赛马的产业？我说实在，这个职业病又犯了。好，我知道这个雪梨歌剧院最后还是如期播出来嘛，好。那世界遗产是拿来做商业用途了嘛，但是这难道没有法律层面上面的问题吗？当然有呢。事实上呢，在当地的政府呢早就有规定了，雪梨歌剧院上面的投影呢只限于短时间内的非商业特殊情况，而且根据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条例呢，世界文化的遗产不能被用在商业的用途，甚至你表面呢都不能出现任何的品牌 logo 或者是商标。那目前呢，世界遗产中心已经开始着手调查。那这次州政府他自己无视于自己的政策，可以说是导火线之一。所以你是说这个州政府的权力已经凌驾在法律之上了？所以我们这集的三个单元，大家是说好一起讲来讲独裁就对了。我们没有说好，但是想跟大家说明的是呢，事实上呢，先提出反对的是雪梨歌剧院的 CEO 叫哈伦，他认为说这个歌剧院呢是
全民的财产，所以他坚决反对商业化，但是碍于政治压力呢，他就只能妥协啦。我对于这个政府啊介入并且有权推翻歌剧院管理阶层这个决定，我是真的是非常震惊哦，难怪民众要出来抗议了。那现在民主国家都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告诉你，都是川普带坏的。其实呢，让这个情况更火上加油的是，当地呢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右翼游说人士，那他同时也是电台主持人的一个人士，他叫做琼斯，他就把哈伦呢请到节目来辩论，但在这个节目期间，他就不断的攻击哈伦，而且还威胁哈伦说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就要要求州长解雇他。结果巧合的是呢，同一天州政府他就宣布介入，那哈伦呢他就被摸头了。这些博弈的游说团体啊，就让我想到美国的这个枪支游说团体，这背后都是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这个产业啊。如果有什么事呢，我们现在呢都让着这个美国步枪协会来决定啊，这个自由女神像说不定就会背一支枪了啊，实在是太黑暗了啦。这个世界遗产能不能用作商业用途呢？我们能不能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广赛马呢？您对于这些有什么意见，可以欢迎您到网上来告诉我们。马上回来。